这个娘们儿大半夜的又睡醒了，喊得我给她吃陪侍品。我要再分享一个好东西，每日坚果。来来来，每日吃一包。嗯，这还给发喜糖了呀。过年呢。今天给我打开。好嘞。哎呦，你这里的全是坚果。对，还有那个葡萄干，你看，巴旦木、核桃啥都有。对 对。妈妈，你多吃点。嗯，行行行。哎呀，好吃越多越香。今天我收拾货架的时候，我又发现了这一款，我没忍住，一口气吃了三袋。以前我怀孕的时候，我就爱吃这种每日坚果。怀孕的时候吃个可不孬，都是好东西。哎，对。以前俺臭美嘞，广场都管理品菜，每次都吃饱这个。啊，塞在包里边方便。你看小丝蛋，这一颗一颗的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这一箱的净含量是750克，里面有30袋，里面有这么多的东西，里面就是这样的，每一袋都是独立包装，说实话真的是很干净，给你打开一包展示一下。行，看到没有，这里面都是大颗大颗的，包括这样的核桃仁，就是很干净啊。这个不能吃啊，这个千万不能吃，尤其是像他们这些孩子啊，也得多吃一点，知道吧，正是长海拔的时候。尤其是刘雨涵这一天在开发吃这个，这样拿全脑子不能太夸张了啊。老大，我咋发现你这么能接话的呢？因为我第一个都想冒出他。那怎么能让他眼睛变大一点吗？吃龙眼。还牛眼呢还。这个真的就很干净哈。越嚼越香。马上就要过年了，可以囤上两箱，无论是自己吃还是走亲访友都可以。但是我还是要呼吁大家理性消费。你笑什么呢？